终于换好衣服了，不然我刚才一直给你们看睡衣。也邀请到 TVG Plus 的艺术。大家早安，我今天居然要录你们最想要看的那个 vlog， 但这开头就是我居然大素颜，好丑哦！彩妆师已经到我们家了，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里是我今天等一下要穿的衣服嘛，现在要去两个活动，所以有两套衣服，我好像没有素颜上镜，蛮难的。自己讲都好像男生哦，因为我有一个奇怪的癖好，什么癖好？就是我很常留空罐。那顺便跟大家说，我平常用的什么保养品，滴光瓶，我要常在妆前使用它，极光水，脸冲完我没有洗面乳就用它擦脸。然后第三瓶呢是那个兰美尔的修护精粹，然后晚上有时候脸泛红的时候会擦它，就是按摩脸，它味道很舒服，然后也可以退红。Ipsa 的小灵瓶，然后早上的时候用水冲完的时候，我先用它，然后用那个刮痧板刮脸，然后刮脸完之后就消水肿，然后再用第二瓶那个极光水。之前跟大家介绍我的保养品柜第一排，当然就是这些。终于换好衣服了，不然我刚才一直给你们看睡衣。等一下要出门了，这 vlog 会不会太空洞啊？你们确定你真的想看我生活？ YouTube 上很多人留言说想看我的一天，然后这个是应该是目前最多的留言。然后我想说，跟着我这一天你会很痛苦。你看我助理跟着我一整天，到底有多痛苦？我现在还有一个就是每天出门前要做的事情，来挑个饰品，活动品牌主题是黑色配金色，来加个金色的耳环。我选这个好了吧，选这个，选一个金色的又漂亮的耳环。讲一些废话，我昨天晚上已经把我下一个行程的其他饰品收好了，所以现在就是带我要带的就可以了。一朵好有选择障碍。这个珍珠吗？有鱼子酱的感觉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蛮美的。好，我通常会这样子不选，因为我只选该该该。香水看蛮贵哦，都已经站不进去了，不过还是永远都很好。我偶尔会换。只是大部分的时间很差，然后之前有人问我喷几下，我刚喷几下，我不知道，我就会这样子喷一圈，然后这里再加一点，难怪我用这么快。我们跑上车了，每天就这样赶路，然后我也要迟到了。OMG！ 在。好看哦。也邀请到 TVG Plus 的艺术。哇，收工，要去附近的这位摄影师的摄影棚，我们要去换衣服还是唱衣服？我都是趁这种时候在发现动态，就是你们如果看到我在发现动态的时候，就是在车上。多怕帅，走啊！行走节目吗？你刚刚怎么那么像行走节目？走啊！我发现我还没吃东西，我今天只喝了黑咖啡。我终于要来吃我的肉桂卷了，早上跟咖啡一起叫，然后没吃，我只喝了咖啡。但通常我就是呢很晚吃第一餐，可是我还是会吃两到三餐，表示我的最后进食时间很晚，就半夜。但我最近有点没有168，我都不小心吃到12点。但我的意思是说，这件看起来就是，你知道手臂看起来是，然后肚子很逼人。哎，可是你其实应该算是肩膀算窄的吧？两秒而已。来介绍一下我们待会要穿的衣服。昨天去定妆的时候，底下人是跟我说这件是最小号的，但看出来还蛮小的，我觉得这个肩膀蛮适合我的。但是其实那个时候，昨天我问他说有什么其他尺寸，我是想问他们大件一点的。这个绿色很漂亮，这个绿超美，而且它有一点点草地绿，但它这个草地绿是瓜子草，好过分。Hello， 开玩笑。我把衣服换了耳环，但我项链还没决定要戴哪一条。他们两位非常好心的，因为我吃不够，然后帮我买了茶叶蛋跟奇异果，现在正在吃。
短暂的时间，你看我的白天都是这样子，然后大家一直幻想说，哦，因为我晚餐很常发一些 fine dining 什么的，那是晚餐啊，我白天都吃这么可怜哎，所以大家都说什么啊，我每次都吃那么好什么，那大家都回我这动态，但是我白天吃的太可怜了，我晚上必须这样子犒赏自己，结果根本没时间修图哎，今天算是一个整人游戏，大家有八月一路就会一直这样子到十二月，好痛苦。算了，赚钱都不会累，我就是喜欢赚钱。你是工作狂？对，我是工作狂，因为每次大家都很爱在那边什么 Dcard 上面讨论说什么我好像很有钱什么的，但是我很认真赚，好不好？而且我也没有很有钱呐，我只是爱赚又爱花而已。很辛苦哎，欸，还要养家哎，欸，还要缴贷款哎，欸。我知道这个是什么绿，这不是草地绿，欸，不是国外草地绿，是绿色奇异果。哎，欸，它消失了。对，有哎，欸，有哎，欸。就是这个熟悉的场面。哎，欸，等一下，我是阿贝哎，欸，你看我手指手指手指路径了，我是阿贝。来喽，太慢了，快点！好久要快转了。我看两千八哎，那两千九，你刚说很难吗？对啊，你是讲是你，不是月板，我讲出来，我两千八。我退一张，可以。开尾。好，三十连拍哈。三十。三十哦。退一张。再讲再讲，没事，快点。我下班了，我来找朋友吃饭。你们知道吗？这个影片你们现在要放大家看。他为了这个影片，他去给我弄头发，我要付妆发费。没有啦，反正我跟你讲，为了视频。谢谢。就是要这样，謝謝，要完美出现。谢谢。对，哎，我觉得你剪短发剪对，好漂亮，超漂亮。为什么不能对焦啊？每次吃饭的时候都会觉得别人的看起来比较好吃。这个鸡肉看起来太好吃了，看起来好嫩哦。是吗？你切的鸡肉？我试试看。就涂在脸上。啊！有啊，准备好，可以吃看过。很成这样，我后来改口了，我觉得我吃完羊肉，觉得羊肉比较好吃。牛更好吃。哦哟，那我没吃到。长得像杏豆腐的质地跟状态，它是花生豆腐。怎么样？还是一样，只有肉压完之后剩下的花生豆。哇，我们吃完饭又来这个可怕的地方了。现在是2:04，这是小李子，我在吃宵夜呢，好累，疲倦的阵容，我到半夜都长这样。你们一定后悔。嗨，各位，我终于到家了，完成了今天的行程。今天的行程是真的比较满一点，因为有两个活动。第一个活动是要当天就要发文，所以下午的时候可能还要挑图选图，然后刚刚吃饭的时候写文案、对稿、交稿。在餐厅的时候忙了一下，然后前柜的时候也忙了一下。我就说吧，你看我就是因为每天都太晚开始吃饭，然后所以我到半夜刚刚2点多还在吃我宵夜，非常的不健康又很糟糕。
一天的 vlog， 真的想看吗？你看完有没有后悔？喜欢的话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然后如果还有喜欢之类的影片可以跟我说，但我没有办法一直拍，真的好累哦。好，出国再拍，嗯，拜拜，大家晚安。